哎呦，你们这个也挺膈应，你看着好吗？不合适吧？我觉得。对呀、啊。这是能看的吗？我不花钱就能看吗？那咱可以玩一下对视吗？你俩来一盘，来一盘，来一盘，这样玩，谁赢了谁往下走，行吗？嗯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他干嘛了？这啥也没干呢，太短了吧？是，来哥，咱们来啊，来，来，不行了，离近点不行了，来来等，笑够了，你俩这开始不了了，来来来，快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先来，三二一，哎呦，你们这个也挺膈应，你看着好吗？不合适吧？我觉得。对呀、啊。这是能看的吗？我不花钱就能看吗？你这就还也是预告片镜头啊。哎，这怎么办？势均力敌，我觉得你就算我输了。不是你来吧，你来吧，不别来了，你往下走，你往下走，开始。哎呀，我的天、啊！小白可以、啊，孙悟空。自己开始讲笑话了，给自己逗乐。来，子谦哥，这也高端局，真是。来吧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不行，贤哥，我们优秀的演员，他这个信念感真的是。来来来，最后的挑战，超越。来来来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一开始。他变了个双眼皮儿。你的双眼皮惊讶到我了。不，我觉得贤哥这个太难了。就还你俩吧，正常人之间 battle 一下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什么呀？你头都没转过来，就可就笑了。真的？怎么了？他这种膈应的感觉我找着了，这个。这个是正常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正常了。你不对劲儿，你。我怎么不对劲儿？我长得不对劲儿。这么着，咱再玩一个游戏吧。好。咱们在外边摔跤。走，给我出去！就是让蛋总跟小白再摔一回，没法玩。他穿一短裤到这儿，我在那抱着他一条光腿，拽他，在后边推我。没有，我开始动作是这样，我是这样前后脚顶着他，我后来觉得好像不太对，这样太奇怪，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太奇怪了，三个人。